一来来到了大茶馆儿，这大茶馆儿是老于太买卖兴隆，真不赖，说茶座多是真热闹，也有老了也有少，还有的说是有的唱，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，他有提笼还有架鸟，那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，他有的吃是有的喝，没有钱儿您只好瞪眼白瞧着，爱下棋您来两盘，赌一麦碟干炸丸子，外撒胡椒盐儿，说讲排场是讲规矩，那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，可有一样您听我说，这莫谈国事是您得老记得，说国家的事可不好了，那黄龙旗子的威风一天更比那一天小，那文武官他有一宝，见了洋人赶快跑，外国货堆成了山，是外带贩卖鸦片烟，说对是乡村里没吃没穿，逼得卖儿女官人阔百姓穷，这朝中出了个谭嗣同，他讲威信那不义高，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，说这件事儿是闹得凶，气得太后那咬牙切齿的直哼哼，他要杀他要砍，那蒋维新的都是要造反。我说这些事儿还别多说，说着说着就许吊脑壳。哎呀，你抓着了。
生，唐先生，出去溜溜去啊！捧捧唐铁嘴巴，老掌柜，出去溜溜去，送碗茶。我给您相相面，手相光和不起分文。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，您贵庚？算了吧，甭跟我这卖你的生意好了，我白送你了。哎，用不着相面，咱们既在江湖内，就都是苦命的人。哎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戒了，一辈子甭打算交好运，这是我的相法，你查去，你去。二位，早班了，我这。走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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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班
二爷，二爷，哎，您尝尝我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格蛋，又细又纯，来吧。四爷，您得点，哎，您得点。对。说您这鼻烟一定从外洋进，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？四爷，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，永远流不完，是吧，林子？没错。坐着忙点小事，行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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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这是公开。哎，不是，老伴儿啊，我说，得嘞，刘爷，哎，您欣赏了吗？我说，啊，这您给添点得嘞，您教我嘞。进来吧，你。哎，不好意思嘞，苍蝇这么一点，嘿嘿嘿嘿嘿。我老家借光借光借光。这慢回身，苍蝇了吧您呢？坐那儿吧您。说说吧，十两银子行不行啊？说干脆的，嘿，我忙，没工夫专门伺候你。刘爷，一个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？那卖到窑子去，兴许能多拿个两二八钱的。你又不肯。那是我亲生女儿啊。是您亲生女儿，您养活不起，您怨谁呀？哎，那不是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？一家大小一天要是能够喝上一顿粥，我要是还想卖女儿，我就不是人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这都是你们乡下的事儿，这我管不着。哎，我这是受你之托，叫你不吃亏，这给你女儿也找个吃饱饭的地方，这还不好啊？那到底给谁呀？我要说出来呀，好，你打心眼里头你乐意，一位在宫里当差的。宫里当差的，谁要个乡下丫头？这不是你女儿命好吗？谁呀？大太监庞总管。是。庞总管，你知道啊，伺候着太后那红得不得了啊！哎，就人家打醋那瓶子都是玛瑙的。不是，这让我女儿给太监当老婆，我怎么对得起女儿啊？我这卖女儿，无论怎么卖，您都对不住女儿。你糊涂啊你！姑娘一过门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怎么这还不是造化呀？这个不是，这自古以来哪儿有这？哎，咱们呢，摇头不算，点头算啊！你说干脆的吧，你。他就给十两银子，可这你们全村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啊？在乡下，五斤白面那就换个孩子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商量去，我把话跟你交代明白了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，耽误了事儿您别怨我，快去快回。我去去就回。我跟这儿等着您。哎，怎么着，五爷？就跟这乡下人办点事儿啊，您就甭提有多难，永远没个痛快劲儿。这大
的生意又不小吧？也填不到哪儿去。弄好了，赚个元宝。我这乡下到底是怎么了？闹得这么卖儿卖女啊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要不怎么说呀？就是条狗都得拖上到北京城，是吧，刘爷？刘爷，您可真有个狠劲儿啊，给拉入这路上。哟，常四爷，我这要不分心，他兴许还真找不着买主呢，是不是这么理儿您呐？没错。哎呦，松二爷，哎，您瞧这个。哎呦，好几面的小匾儿，听听啊，嘎噔嘎噔的响。是啊，哎，还真是刘爷。哎，刘爷啊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您来呀，得嘞，让您了，一句话，五两银子。啊，哎呦，您收起来吧。二爷，您拿着玩去，您拿着玩去。什么时候您玩腻了，您还给我，我照数退您钱。这多地道传家的玩意儿。咱们这味儿，你说咱们一个人的身上得有多少洋吧？是是是，刘爷就看您吧，洋鼻烟、洋表、洋缎大衫、洋布裤褂，他洋玩意儿真漂亮呢。四爷，您就说我。我也穿一身土布裤褂，我弄得跟个乡下脑壳似的，谁理我呀？没错，我觉得还是咱们的大段子串绸更体面。是。二爷，哎，留下了，留下了。这年月您带着这么体面的小表，出门走到哪儿都得让人另眼相看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真是吧，你。我这个、你拿着玩去，钱啊，改日再说吧。改日再说，改日再说。改日再说吧。都求我了，都求我了。我这儿给各位请安了，都是自己兄弟，可千万别伤了和气啊！行业，行业，行业，这儿都不是他们，哟，他们都在后头呢。哟，我瞧瞧，我瞧瞧。哎呦，急呀，急呀，王爷。哎呦，四爷急呀、啊！您瞧我这不是眼神不济，瞧不得珍珠吗？老二，预备烂肉面，有我黄胖子在，谁也打不起来。行，王爷，哎，两边都见了面，就等您了。谁呀？二德子。哟，王爷。哎，急呀，急呀，急呀！哎，急呀，急呀，急呀！请啊，三儿呢？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外边溜达溜达，这后院出个事儿了，没人买您东西。哦，这后院啊，说个事儿呢，没人买您东西。三儿从您啊。我说啊，他们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么拿刀动仗呢？听说呀，是为了一只鸽子。哦，张宅的鸽子飞到李宅去了，李宅呢又不肯归还。哎呦嚯！哎，坐下，二位爷，您先喝着，咱待会儿再聊。哟，老爷子，高寿了？没人管了。高寿了？82啊。现在这人啊，还不如一只鸽子。啊，给您这个那边喝去。四爷，奴威，兄弟，掌柜的，啊，谁呀？哎呦，秦二爷，今儿您怎么这么闲的呀？想起给我打馆来了。哟，您也没带着底下人来。我来看看。哦。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？我这也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。谁让我爸爸死得早，我不干也不行啊！指着这个混饭吃。好在这赵主都是我爸爸那辈上的老朋友，有个周的不周的的避免也就过去了，大伙儿都可包涵。我就是按照我爸爸留下来的老法子，多请安，多说好话，好个人人喜欢，就不至于出大岔子。二爷，您跟我这坐坐，我跟您沏碗小叶茶喝。我不坐着。也不喝茶，您坐坐，有您在我这坐着，我这脸上有光。哎，也好吧。哎，李三儿，气味高的嘞，你来了。可是你用不着奉承我啊。二爷，您府上都好，
事情都顺心吧？不怎么太好。您怕什么的呢？您有那么些的买卖，您伸出个小手指头来，比我这腰都粗。哟，这位爷好相貌啊，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虽无宰相之权，而有陶朱之富。我来，我来，躺下，躺下。那碗茶喝完了没？啊，喝完了。喝完了，走，别想着。哎呀，哎呀。您看您这鼻子，哎，行行行，这位爷鼻子嘴子太好。小王啊，你这儿的房钱是不是该往上提那么一提呀？当初你爸爸给我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我喝茶的呢。啊，二爷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太对。可您说就这么点小事，他用得着您分心吗？您把那管事的派来，我跟他商量，该涨多少钱，我一准照办。是，涨。你小子比你爸还滑，等着瞧吧，我早晚把这儿的房子收回去。哟，您甭吓唬着我玩，我知道您多么心疼我，多么照应我。您不会看着我挑一大绿茶壶上街上卖大碗热茶去？你就等着瞧吧。扎。妈，我饿了。大嫂，小王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。轰出去！张，来，大嫂，这待住！小豪，可怜可怜，买下这孩子吧，二两银子，自当是买个小猫小狗。李三儿，这要两碗烂肉面，带他们到门外头吃去。这丫头，丫头，爹爹，二丫爹，哎，您这边，哎呦，慢点。我说常四爷，您可真是积德行善，还赏给他们面值。可是我跟您说呀，他眼下这路事儿太多了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咱们想管呢，咱也管不过来。二爷，您说我这句话说的对吗？我看这大清国是要完了。完不完吧，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。小王啊，说真的，我真想把这儿的房子收回去。二爷，您别那么办呢。不但收回这儿的房子，连城里的买卖、乡下的地都卖。为什么呀？把本钱拢的一块堆儿，开工厂。哎呦，开工厂啊！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啊，那才能救得了穷人，那才能抵制外户，那才能救国。那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懂啊。那您就是要把这产业都出了手，光为了别人，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？你不懂，只有那样，国家才能富强。哦，好了，我走了。上，我可看见了，你的生意不错。我托您福，二爷托您的福。你别耍无赖，故意不给我涨房钱。我不能够，二爷。您吉祥，唐老爷。唐老爷您顺心，唐老爷。唐老爷您慢走。唐老爷。这几天您心里安顿了吧？那还用说吗？天下太平了，圣旨下来，谭嗣同问斩。告诉您，谁敢改祖宗的章程，谁就得掉脑袋。这个我早就知道。您聪明，二爷。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？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。哎呦，太客气了吧！这全北京城，他谁不知道您秦二爷？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！我敢。听说呀，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。不如这么说吧，我这点
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。说得好，那咱们就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吧。哈哈改日过去给您请安。不敢当。再见。慢走着行啊！凭一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，年头真是窄了。好了，您记下。刘马在这儿。好，这儿大哥子，我跟这候您老子半天了。伺候着。这。老爷子，气色好哎，好。庞老爷，您吉祥。啊，小子们，是你们啊。这有事儿吗？我说啊，这韩次侯是谁呀？好像听说过。哈哈，一定啊是犯了大罪。哎，要不然啊怎么能问斩呢？那是这两三个月啊，有些做官的念书的，在这折腾来折腾去。你说咱们怎么知道他们搞什么鬼呢？说这韩四侯，刘爷，咱不我是说这个，一份钱两，上的克扣了一大半，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那也总比没有强啊。怎么的？这好死啊，不如赖活着。那您要让我这样的去自谋生计，那我非饿死不可。怎么说？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，老爷子，乡下丫头人长得俊呐，带到城里，经您老亲手一调教，不出3月，那保准是又好看又有规矩。麻子，您小子甭蒙我，我得看人。老爷子，我给您办这点事儿，比给我亲爸爸办事儿都尽心，一丝一毫不敢把握。刚才我传言您又回来了，你啊，兵荒马乱的，不知道又是什么事儿吧？啊，还不快松茶松茶！韩四重的指导，韩老爷您吉祥。唐铁嘴，你放心，没人抓你。长，那臭样儿。韩老爷，您再赏我俩烟炮，我就更有出息了。上一边去，别蹬鼻子上脸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挪动着吧。好，哎，李三儿，呀，来。李三儿，哎呀，别在茶碗前！您真是不好意思，又让你们坐位，真是。哎呀！我爱大清国，我怕他完喽。你听见了？他刚才是这么说的吗？二位爷，见天在这儿喝茶。这，王掌柜，您知道吧？你是地道的老好人啊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二位爷，来呀，坐下喝碗茶，咱有什么话好商量，是不是？你不说，天天在这儿，我连你也锁了走。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和谭嗣同一党。不，我听见了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说呀，走哪儿去呀？这事儿得交代清楚了呀。你还想拒捕啊？我这可带着王法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旗人。旗人当汉奸，罪加一等。锁呢？甭锁，我跑不了。谅你也跑不了。你也跟着走一趟，到堂上实话实说，没你的事儿。不是，得嘞，一天云雾散，就算我没白跑腿儿。王爷，我送啊，什么事儿？您帮我去美言两句去。教我了，谢谢你，真是谁呀？
哟，宋爷、吴爷，哦，您二位这儿办案子呢，您职工，您请便。哎，王爷，您给我说两句好话啊！我这官厅管不了的，我管。哎，这官厅管得了的，他我不便多嘴啊。王爷，您面子大。吃饱饭的地方，你就得饿死啊！我要是搂到手几两银子，就得让东家婆婆打死孩子，你认命吧，记得吗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给庞老爷磕个头啊！以后跟庞老爷好好过日子，是不是？磕吧。顺子，顺子，大孩子，我要活的，我可不要死的。正子，哎呀，他又活了。正，你完了。我又来，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。说现而今到了民国，咱缴了小辫还是没有辙。说王掌柜他动脑筋，这世事改良讲唯心，他讲唯心白费力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去，是闹军阀。他乱打仗，白脸的进去，黑脸的上。这赵打钱，那孙打李，这赵钱孙李乱打一气，谁都不讲理。这为打仗得买枪炮，就一堆一堆给杨眼老爷送钞票，为买炮，为卖枪，帮着军阀，你占黄河，他占扬子江，咱老百姓可遭了殃，大兵一到，粮食牲口一扫光。说王掌柜
他会改良，把茶馆改得好像大学堂，这后边住的大学生是说话文明真好听，可就怕兵也满，进了几个茶馆准玩完。哦，这我先别说丧气话，给他道喜是个好办法，他开张我道喜，变点新词我也了不起。茶馆改了梁，你这小辫儿也该剪了吧？改梁，越改越凉，冰凉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三爷您瞧，听说这西直门的德泰、北新桥的广泰、鼓楼前的天泰，这几个大茶馆啊，全都先后脚关了门，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、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孙子爸爸懂得改梁呗。那皇上没了，可算是大改良了吧？可改来改去呀、那袁世凯还是当了皇上。这不，好不容易盼着袁世凯死了，好家天下大乱，今儿打炮，明儿关城，改良，我呀还留着我这小辫儿。万一哪天他再把皇上改回来呢？别顽固了，三爷，人家给咱们改了民国，咱们还能不跟着走啊？走！您瞧，咱们这么一石头，不比以前干净好看，专招待文明人不更体面？可您要还留这小辫儿啊，看着多么不顺眼呐！哟，我说太太，您瞅着不顺眼呐？我还不顺心嘞。哟。您不顺心怎么呢？这您明白呀、咱这前边茶馆后边公寓全仗着我跟掌柜的俩人，说什么也忙不过来不是？前边的事归他，后边的事不是还有我帮着您吗？就算有您帮着，打扫二十来间屋子，伺候二十多人伙食，再加上沏茶倒水买东西送信，问问您自己个儿受得了受不了？三爷，您说的对，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能有个事儿做呀，就得念佛。咱们呀，都得忍着点儿。我呀，干不了了。见天见水四五个钟头，谁也不是铁打的。三爷，这年月谁也舒坦不了，您等着。这大栓子暑假就高小毕业了，二栓子也该长起来了，等他们能搭把手了，咱们就清闲点了。从老王掌柜在世的时候，您就帮着我们老朋友老伙计了。老伙计了二十多年了，可你问问他们给我掌过工钱没有？怎么这什么都改良，就我那工钱他不跟着改良改良的？哎呦，我说三爷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您说咱这买卖要是越做越好，他我能不给您涨工钱吗？我说涨工钱。得嘞，三爷，明儿开张，今儿咱俩不拌嘴啊，您那事儿啊就这么着了。不就怎么着啊你？right 啊？我说三爷，来，听这个。洋人大笑，哈哈哈哈！我说掌柜的，你要是再不改我的梁，我可真是没法干。李三，崔先生那叫呢，您先去，咱俩的事儿改天细研究啊。我说，昨儿就关了城门，今儿还说不定关不关呢。三爷，这儿的事儿啊，交给掌柜的，您去买点菜吧，别的不说，这咸菜总得买些点儿啊。李三呐、你怎么总不来？您听啊，前边喊，后边催，你们把我劈成两半好不好？得嘞，三爷，您先去啊。
哎，慢着点。哎，我说什么？这李三爷岁数可是大了，往后你们可都得。他可抱怨了半天了，可抱怨的对。当着他我不便直说，对你我可得说实话啊。咱们得添人，添人得添工钱，我挣得出来吗？哎。我要是会干别的，可还开着茶馆，我就是个孙子。听听，听听，又他妈开炮了！你们就闹，你们就都闹。明儿要开得了张才算怪，这叫怎么事儿说的？这叫哎，这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啊！这开炮是我闹的。嗨，你别瞎扯了，干活去。我算是看透了，早晚啊，不是累死，就得让这炮给轰死。哎，得了得了，哎呦，栓子妈，栓子妈，哎，得了得了，你看看，这开了多少回了炮，一回也没把咱轰死，不是？哎，这北京城啊，它就是块宝地。这心呐、啊、都滴落到嗓子眼了。得了，我给三爷拿菜钱去。老于太，您大改粮食万事亨通，一天到底一天强。啊，今儿没开张呢，不打发，明天啊。哦，明天。哎，明天好是明天妙，金银财宝全来到。您开张，他开炮，明天准唱八只调。哎呦，我这自个儿还顾不了我自个儿呢，别跟我这乱了。去去去，转门去，转门去，走走走走走，去。那是，那是，那是，那是。哎，您这哎，上面交配下来了，哦，八十斤大饼，今儿晌午十二点交齐。这城里的兵得带足了干粮才能出城打仗呢，是这么个理儿吗？您？哎，那是，那是。可您胜了，我这还眼下只包厚厚的伙食，他不再卖饭。再说了。我这也还没开张呢，您甭说八十斤的，他我一斤拿不出来。您有您的理由，哎，我有我的命令。那是，您瞧着办。哎，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拍我照。我这可是千真万确的，还没开张。开张以后，我少不了麻烦您。哎，得嘞。买包茶叶喝啊，得了，哎哎哎，我呀，给您说说您，是成不成啊？可保不齐，您给我美言几句，我就感恩不尽。就这么着啊？得嘞得嘞，慢走去。哎呦，各位老总，我这正查户口呢，他还没开张呢。屌！前面兄弟，兄弟，前面，前面，掌柜。哎哎哎，你呀，赶紧伺候老总。钱啊，让他们上别处喝去。诸位老总，我这儿啊还没开张，开张以后您诸位都住到我这儿，我一定欢迎。有，各位老总，您多原谅，他实在是没法招待诸位。谁要钞票，要显得样。对，要显得样。诸位，这单我上哪儿给你们找现的洋去呀、啊？糟蹋个小舅子！别！添点儿，我要是再有一块，您把我房点了。屌哎，抽这个小舅子的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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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这不行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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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个茶碗都剩不下。是是是，我这辈子忘不了您这点好处啊！哎，您说就为这点功劳，您不得另有份意思？您圣明，我糊涂，来吧，咱俩这么办得了。哎，晚上，您搜我得了，我这一子没有了，不信您搜啊。得，我干不过你，咱明儿见。哎，我说六爷，六爷，明儿啊，还不定是风是雨呢。慢点走，你。打仗，打仗，他妈今天打，明天打，你老他妈打，你可打个什么呢？你这。黄掌柜，我来给您道喜来喽。我告诉你，唐先生，打今儿起，我不再白送你茶喝啊！切，哎，我说，混得不错呀，穿上绸来了啊！是比以前强了点儿。哦，我得感谢这个年月。就这个年月，还值当的感谢？这话听着可不大搭调。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凭运气，他们能不好好算算命、相相面舞的吗？您说我说这话说的对吗？有你这么一说，后边改公寓了啊，租我一间吧。哎，嗨，我说唐先生，就您那口嗜好，住在我这儿，我已然不抽大烟了。哎呦，那您可真要发财了，我改抽白面。哎呀，这蛤蟆门的烟呐，是又长又松，这么一磕的呀，你先空出大半截子来啊，正好放白面儿啊。哦，是这大英帝国的烟，嗯，日本的白面，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人，这点福气还小、啊、哎呦，不小您得着啊。哎，我说唐先生，我这后头啊已然是住满了人了，什么时候有空房我一准给你留着啊。你呀，嘿，瞧不起我唐铁嘴、哎、你怕我给不起你房租？这没有的话，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主，谁能瞧不起谁呀、啊、我这是句真心话不是啊。嘿，你那张嘴呀、啊、比我的还花着呢。哎，我可不光耍嘴皮子，我心眼放得正。你说说，这么些年来，你白喝了我多少碗茶呀？哎，现而今你是混得不错的，你想起给我查起来没有？哎，一共有几个子儿？嗯，啊，这不是我一准还你呀、啊！呀、啊，我来看长青在挂这个新闻了，哎，好。掌柜的啊，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您来张瞧瞧吧。你有那不打仗的新闻没有？嘿，兴许有，自个儿找你呗。走，不瞧。您就是不瞧吧，这仗他也这样打。没没没，嘿，先生，嘿，您照顾照顾。我不像他，我最关心国事。你说他这，嘿，还真是改了样了啊。哎，掌柜的，您什么都改良，嘿，他就是不瞧报。哎呦，哎，先生，给您钱，给您站住。哎，长辛店，哎呦，长辛店可离这儿不远啊。我说三爷，三爷，抓早出去买点菜去吧，一会儿关了城门呐，什么都买不着了。三爷，王掌柜，哎，谁呀、啊？哎呦，常四爷，哎，呦，四爷，您现在这是，我呀，啊，买菜，自食其力不含糊。是是是是，
今儿城外乱乱哄哄的，买不着菜，东抓西抓，抓了这么两只鸡，几斤老鸭萝卜。嘿，我听说您明儿开张，是，兴许您能用得着，我特意给您送来了。四爷，我这还正没辙呢，我谢谢您，谢谢。甭客气，甭客气。嘿，好哎，收拾的真好啊啊！别的大茶馆都关了张了，就是您有个新路啊。随机应变改良，我嘞四爷，您就别夸奖我了，我这不就是尽力而为之，就怕这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。我嘞，像我这样的人呐，做不起您这样的茶馆了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您坐着，您坐着。王掌柜，我听说您明儿开张，是我特地给您道喜。您瞅瞅那是谁？二哥。青菜，铁杆庄稼没了，还能不卖把子力气吗？您怎么样，二哥？我，您瞅瞅我这身衣裳，我还像个人吗？哥，您能写会算，难道还找不着个事儿做？谁愿意瞪着眼睛挨饿呀？可是谁又要咱呢？啊！您要让我这样脱了这身大褂去干点糙活舞的，我拉不下这脸嘞。哎，想想，这大清国不一定好。可是这到了民国，我二爷，哎呦，二爷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来来来来来，四爷，二爷，喝一碗，喝一碗，喝一碗，来。哎呦，谢谢，二爷，四爷，二哥，您得着，您得着。我说常四爷，我可不知道您那坨钱买的，我就这么点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我说二爷，咱这还是黄鸟吧？是黄鸟。造的怎么样啊？您瞅瞅啊！哎，瞅瞅，瞅瞅。来来来来来，瞅瞅瞅瞅。哎，来来来，瞅瞅。哎，多体面。是是。我饿着，我也不能让鸟饿着。看见他呀，我就舍不得死了。爷，不准说死，日后有那么一天，您必得交一步好运。哎呀，托您了，找地方喝点重酒。
一醉解千愁啊！王掌柜，是就不让您了，也没有那么多钱了。我也脱不开身呢，我就不陪您二位了。好，回家吧，王掌柜。是您二位爷，您记一下。哎呦，这都怎么了？都民国这么些年了，怎么还请安呢？你们不会鞠躬啊？看见您二位这灰是大褂，我就想起前清内档的事儿，这儿不由得不请安。是，我也不是怎么着，我老觉乎这请安呢，还比那鞠躬它过瘾。松二爷，哎，现而今你们那铁杆庄稼不成了。我们的灰石大褂成铁杆庄稼了，是。哎呦，这不那常四爷吗？啊，是啊，您的眼力不错呀。戊戌年，我在这说了句大清国要完，被您二位抓了去，坐了一年多的牢。您的记性可也不错呀。怎么着，问个？还好吧。托福从牢里出来没过多久，赶上了庚子年，福清灭洋，我当了义和团，跟洋人打了几仗。这闹来闹去，这大清国到了是亡了，该亡。我是旗人，可是我说公道话。现在齐五金弄一挑子菜绕到十点来钟卖光了，凭力气挣饭吃，我这身上更有劲儿，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，我姓常的还想跟他们打。我是旗人，旗人也是中国人嘛。我说您二位怎么样啊？嗨，瞎混呗。有皇上的时候，我们给皇上效力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，我们又给袁大总统效力。现而今嘛，恩子。啊，这该怎么跟他说呀？谁给饭吃，我们就给谁效力。要是洋人给饭吃，我告诉你，常四爷，要我们效力的可都仗着洋人撑腰呢。他没洋枪洋炮，能打得起仗来吗？对对对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四爷，咱们走。哎呦，快走快走。哎呦。再见吧，二位。盼着你们快快的，升官发财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谢谢你，二爷。你说他们这下，哎，这常四爷就这脾气，哎，又倔又硬。二位甭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哎，我说二位，喝一碗刚沏的，来。说王掌柜。这后头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多半都是大学生，还有几位啊，也都是熟人。我这有登记簿子，按时报告给巡警格子。要不这么着，我把簿子拿来，您二位看看啊。王掌柜，我们不看簿子，没看人。您放心，准保都是靠得住的人。我说，你怎么那么爱租给这学生们呢？这学生可没什么老实家伙啊。您瞅啊，他这年月这当官的，今儿上任，明儿就许撤职；这做买卖的呢，今儿开张，明儿就许关门，他都靠不住。哎，还就这大学生有钱，他能按月的交房租。您想啊，没钱他上不起大学呀，他这里头是这么地账不是的，您说说去。哎呀，全都叫你给砸门透了。是。哎呀，说的是啊，这现而今他连我们他也欠饷啊。是啊，非得见天拿人，好得点津贴呀。就仗着有错拿，没错放，只要是拿住了人啊，他就有津贴呀。嗯，我说，后边看看，看看吧。别甭看，准保没错。不看，甭看。哎呦，这不看拿不着人，他谁给咱们津贴呀？哎呀，这王掌柜不愿意让咱们看，那必会给咱们想办法。没有，得给王掌柜留点面子。要不咱这么办，
干脆咱们来个包月。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，您把那点儿那点儿意思、哎、那点儿意思送到，您省事儿，可我们也省事儿，不是？那您二位爷那点意思得多少钱？多年的交情，您看着办。你聪明了，王掌柜，你还能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？哎呦，王二爷，这今儿又得关城门吧？三爷，您出去吧，抓人吧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去，哪儿也别去，外头正抓人呢，好像没把我给抓了。哎，我说三爷，三爷别出去了，哪儿都别去。不，那晌午饭怎么办呢？您跟后边说一声，中午咸菜饭，晚上吃那两只鸡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。你死了不过是少买卖几个大姑娘。哟，二位，有人卖有人买，我还当个件帮点忙，他这能怨我吗？这个我告诉你啊，刘麻子，哎，我们哥俩从前清起专办革命党，是不大爱管你这贩卖人口拐带妇女的臭事。可是你要叫我们碰见了，我们不能再睁一眼闭一眼了啊。还有就你这样的，这要是给弄进去，嘿嘿，准锁那尿桶上啊！二位，别那么说呀！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我这儿也快挨了饿了。哎，您说前清那会儿，那会儿我走的是八旗老爷们、宫里太监们的路子，这现而今这到了民国了，我他妈也大头朝下了，人家现在这总长、次长、团长、师长，人家娶姨太太，要的是唱烙子的昆家，哎，京戏班的女名角，一花3500现的洋啊，咱是干看着猫不着啊！您说我芝麻粒大点买卖算他妈什么呀？我这，哎，非得把你锁在那尿桶上，要不你不会说好听的。得嘞，二位，今儿个我孝敬不了二位，改天。改天我这会儿必有份人心。你今天就有买卖，要不然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不会出来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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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这嘴里啊，是半句实话都没有。我可告诉你，不跟我们说真话，没你的好啊。慢走，二位，走好您呐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说刘爷。您这个都喝完了吧？走，出去溜达去啊！王掌柜，您这不是没人吗？借您这地儿为俩朋友，咱今儿把话说清楚了啊！打今儿起，不许你再在我这儿做你那个生意，我这改良了，玩命了，看见没有？赶紧着，赶紧着啊！七号那位客人又喝醉了，您来一下吧。您等等，您让我来一下吧。行行行，哎呀，有这事儿？妈，是这儿吗？这地方对呀，怎么改了样了？先生，嗯，劳驾，请问这。大弟，快进来！是这儿，找到了吗？没错啊，有他在这儿不会错的。哎，您找谁呀？刘麻子。哎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哟，我还真眼拙了，你看我。当初，你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给我
老娘们无缘无故，你跟我捣什么乱呢？无缘无故，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我知你是谁呀、啊、我。你说你一个男子汉，你干什么吃不了饭？你偏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呸呸呸！哎，我说这位大嫂，这位大嫂，有什么话您好好的说、啊。您这是。您是掌柜的。啊。您还记得吗？20年前，有个娶媳妇的大太监。您是庞太监那位？都是他干的好事儿啊！今儿个，我要跟他算算账。王奶奶，我跟你说，大人，哎呦，孩子，大人，我刚刚不跟你斗，我找个人说一下我。我说大嫂，大嫂，坐下坐下，有什么话坐下说，坐下说，来啊，哎，哎，坐下。这个庞太监呢？死了。哦，叫他侄子们给饿死的。这一改民国呀，他还有钱，可没了势力。这不，他侄子们就敢欺负他。他这一死，就把我们轰出来了，连床被子都没给我们。那这是我的儿子。哦，啊，您也是买。给太监当儿子。哦，妈，您爸爸当初就是在这儿把你给卖了的。没错，乖，就是这儿啊。一进这门啊，我就晕过去了，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地方。我可不记着当初我爸爸是在哪儿卖了我的。那会儿他刚一岁。哦，是妈把你养大的，你跟妈一条心，对不对，乖？嗯，那个老东西他可坏了，他掐我妈，拧我妈，咬我妈，还有烟气子扎我。他们人多，我们打不过他们。妈，要不是您呢，我早让他们给打死了。是啊，他们人多，咱们又太老实了。你看，看见刘麻子，我真想咬他几口。可我连个嘴巴我都没打上过，我伸不出手去。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帮您打。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是谁，您就是我的亲妈。好孩子，咱们永远在一块儿啊！快起来，你去念书，妈去挣钱啊。掌柜的，当初啊，我是在这儿叫人给买了去的，总算咱们有缘。您看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，给我找点事儿做？我饿死了不要紧，可别饿死这个无依无靠的好孩子。哎呦，他您都能干点什么呢？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的，做个家常饭我都会。我是乡下人，我能吃苦。只要不再给太监做老婆，什么苦都是甜的。那是那是，那您要多少钱？一天三顿饭，有个地方睡觉，够大力念书的就成。好吧，好吧，哎，妈，我慢慢给您打听着啊，哎。哎，这20年前那档子事儿啊，我是说什么也忘不了。什么时候想起来，这心里他就不痛快。哎，可这会儿，叫我们娘俩上哪儿去？回乡下去呢，找您老父亲去。找他？嗯，他是死是活，我不知道。他就是活着，我也不能去找他。哎呦。眼识下要想马上找个事儿做可不大容易。掌柜的，我留下他了，他能洗能坐用都要钱，难道我不累掌柜的？不是，难道我们三爷就得累死了？不是，掌柜的，您试试我，看我不行您说话我走。大嫂，跟我来。当初啊，我是在这里卖出去的，今儿个我就拿这当做娘家了。大力，快过来见见大婶儿。大婶儿，哎，走吧。掌柜的，只要您不打我，我会好好帮您找活。这一天就添了两张嘴哟。哎，太监是取消了，把这太监家眷全都交我这儿来了。哎，哎呦，崔先生，哎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您还出去啊？今天是念经的日子哦，要去的是，要去的是。哦，对了，崔先生，嗯，这个昨天秦二爷又派人来请您，您干嘛不去呢？崔先生，
您那么有学问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啊！您还做过国会议员，您干嘛天天念经呢？您应当出去做官。像您这样的好人出去做官呢，必是清官。有了您这样的清官，他我们这些小民才能过上太平日子。惭愧，惭愧呀！做过国会议员，那真是造孽呀！革命有什么用呢？不过自误误人而已。我现在只是羞耻、忏悔。那您看看人家秦二爷，办了工厂，眼下又忙着开银号。办了工厂，开了银号，又怎么样呢？他说实业救国，是他救了谁？救了他自己。他是越来越有钱了，可他那点事业，外国人伸出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，菜也爬不起来。这种一事无补的力气我是不去花的。你也别那么说呀，那咱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难说啊，很难说呀。啊，你看啊，今天是张大帅打王大帅，是明天呢又是赵大帅打张大帅，是谁叫他们打的？是不是谁呀？洋人。洋人。崔先生，我不推明白。慢慢的你就明白了，早晚有那么一天，你我都得做亡国奴。哎呦，我干过革命，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。崔先生，您给出出主意，卖卖力气，咱让大家伙别当这亡国奴啊。哎，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，的确这么想过。现在我可看透了，中国是非亡不可。哎呦，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啊。那个死马当活马治是那是妄想，死马不能再活，可活马早晚得死。好了，我去红旗寺去了，今后秦二爷蔡海来找我，你就对他说我只会念经，不会干别的。哎呀，你算个跟我这搞什么把戏？是。哎，杨车，哎，我说，就走吧。还真等着挨俩脆的吗？你啊，您说了吗？王掌柜，借您这地儿会俩朋友。让我说你什么好哦？哟，哎，那有什么法子呀，王掌柜？到哪年您也得开您这茶馆，到哪年我也得干我这行，对不对啊？我说嘿嘿，就冲你啊，他怎么能不当这个亡国奴？什么王？嘿，哎呦，来了明大哥、陈二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俩掌柜，您这不没人吗？借您这地儿会俩朋友啊。下步他可就在后头。他不敢打人，他真敢打我。这二位也能帮着我。得嘞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来，二位请，请，一会儿可以。来，坐着。咱们呢，说说，是不是？哎，说说，哎，说说。老儿，你说吧。你是哥，这话还是你说？你说吧。你是哥嘛，这话还是你说？哟，二位，这谁说都一样啊！这，好，我说。你说，我们俩是拜了把子的兄弟。对，是拜把子的兄弟。两个人穿着一条裤子的交情。嘿，你咋呢？有几块现大洋？不是啊，我林大哥呢也有几块现大洋呢。呦，二位，那咱们一共有多少现大洋啊？他这得说个数，不是？我们一共呀，
那还不能告诉你嘞。这事情要是办不好，这话还不能说呢。嗯，有现大洋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。正道，站长，说瞎话是他妈孙子。说，你说。哎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啊！你是哥们儿，你可。我们是两个人啊，是俩人呢、啊。你对，是拜把子兄弟，两个人穿着一条裤子的交情。那没有人耻笑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吧？大哥，交情他就没人耻笑。那交情那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嘛？仨人的交情，哎，不是、啊，咱们这里还有谁呀、啊？嘿，你倒说呀，谁呀你？还有个娘们儿，哎呦，明白了，哦，这么个仨人是吧？哎呦，我说二位，这可不好办呢，这个这不是我没办过呀。你看，平时咱们都说啊，小两口，小两口，有谁听说过有小三口的呀？这不好办，这忒不好办了。老二，你看呢？这事情还能白白拉倒？对，不能白白拉倒。当了十几年的兵，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，他妈！哥，您。哎，我来，哎，脚下，您包开我这个，您包开，您包开，梁二哥，咱这边。二位，咱们一共有多少现大洋？哥，走。等等，干啥子嘛？你说干什么呀？乖乖的跟我们走。上哪儿？你说上哪儿？逃兵。是吧？兜里有两块现大洋，想在北京藏起来，是吧？有钱就藏起来，没钱就当土匪，是吧？哎，我说我们的事情你管得着吗？哎，我做你的人事情。可惜呀，你把枪给卖了。是吧？这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一个揍你这八个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咱们说说。哎，对了，坐下吧，咱们说说啊。怎么样？要命还是要现大洋啊？啊！我说二位，你们可知道？我们挣这两个钱也不容易，谁跟我们发相，我们就给谁打仗。你们可知道我们打了多少年的仗吗？可这逃兵的罪过你们不是不知道。咱们说说，谁叫咱们都是弟兄呢？这像自己人的话。诸位诸位，大令可过来了。站住，把钱拿出来，分我们一半，没你什么事儿。你全给我拿过来，过来。哎，按阳历算，别忘了、哦、
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，也忘不了您二位这档子事儿。天可怜，地可怜，就是官老爷有阳权。全家都得死，还是误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。我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。要是有人问我，你大力叔叔回，大力叔叔回来过没有？我就说他走了好些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绣花啊，大婶儿，绣花，哎，你看看，这个是你婆婆给我的皮坎肩儿，你留着穿吧。看婆婆，哎，花儿。还没走呢，来，让婆婆再好好瞅瞅，看看多体面啊！还是啊，吃的不足啊，要不还能更好看呢。大婶儿，哎，您真是要走啊？是啊，我走了好给你们啊省点脚骨。大弟呀，是我一手拉扯大的，他叫我走，我怎么能不走呢？当初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啊，他也就小花儿这么大。您瞧大力叔叔现在多高多壮实呀！是啊，他在这儿啊只待了一袋烟的功夫，我就觉得我年轻了好几岁呀。本来呀、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
可我一瞅见他，我就觉悟着我什么都有了。我走，我跟着他走，吃什么苦，受什么累，都是香甜的。康婆婆，我也跟您去。喂，婆婆会回来接你啊。活儿，还得上学，别迟到。快去吧，康婆婆。哎，等我下了学，您再走。好，乖。慢点，花儿。哎，道上留神吉普车。大婶儿啊，这我爸他让您走吧。老掌柜呀，还没拿好主意呀。我倒是怕大力回来的事儿，万一走漏了消息，我又这么一走，兴许呀要连累你呀。你看这年月他不是见天的抓人吗？我不放心你们。大婶儿，您走您的，这年头谁逃出去谁得活命啊。哎，那喝茶的不是常低声说要活命就得上西山吗？是啊，我都巴不得赶紧离开这儿。可是我也不能光顾自己个儿，叫你们吃亏呀。哎，花他妈，哎，咱们再好好合计合计啊。嗯，老大，哎，你呀也好好想想。哎哎，我来了。哥，您是谁呀？小丁宝啊。小刘麻子让我来的，他说你们这儿的老掌柜托他请个女招待。姑娘，姑娘，您瞅瞅啊，就这么个破茶馆，他用得着请女招待吗？我们老掌柜穷的是乱出主意啊。哎呦，我说老大爷，怎么学会了背后包庇老人了？谁穷的乱出主意来的？这你这下板子去，什么时候了还不开门，快点。老掌柜，哎，您硬了。哎，硬了。要是有炸酱面的话呀，我还能吃三大碗的，可惜没有哎。多大了，姑娘？十七。哎呦，才十七呀！是啊，我妈是寡妇，带着我过日子。胜利以后啊，政府硬说我爸爸留给我们那所小房子是逆产，给没收了。我妈气死了，我就当了女招待。老掌柜，我到今儿也不明白什么是逆产，您知道吗？姑娘，说话留点神。一句话说不对啊，什么都能成为逆产。来，你看我这后头啊，原本是秦二爷的仓库，把人家一瞪眼说是逆产，就给没收了，就这么回事。不是，老掌柜您说的对，连我也是逆产。谁的胳膊粗我就得伺候着谁。他妈的，我才十七就常想着还不如死了呢。死了倒落个整尸首，干这行活着就烂了。爸，您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您过来呀。干什么呀？真要请女招待呀？我不是那天跟那个小刘麻子瞎聊了，一辈子好心改良，看着买卖这么不好，我心里头着急。您急我也急，可咱得另想办法。考请女招待，救不了这六十多年的老字号。什么老字号啊？越老越不值钱。不信，我要是二十七，我就是叫小小丁宝儿、小丁宝贝儿，也没谁瞅我一眼呢。老掌柜，您瞧着，待会儿要是来俩茶座，我过去那么一招呼，小子来啦，他们准给一块现的羊。哎，我说老大，你那个脑袋瓜子呀，就比那石头还顽固。
我看你八成不想干这一行了。我是有那么点儿，我出去溜溜，这儿出不来气儿。那你出不来气儿，我还憋得慌。什么事憋得慌啊，老头儿？丁宝来了吗？哎呦，丁宝，你还真来了！有你的话，谁敢不来呀？老头儿，看看看看啊，看看我给你找这小宝贝儿怎么样？人才、岁数、打扮、经验，样样出色。就怕呀，我用不起吧？没有的事，他不要工钱，对吧，丁宝？啊，不要工钱？你都甭管，老头儿。我跟丁宝自有我们的一套办法，要没你那套办法怎么叫缺德呢？缺德呀，你算说对了，我爸爸当初就是由这儿绑出去的。我家还不信，问老掌柜。是是是，亲眼得见。绑出去之后，嘿，就跟那儿瞧见没有，马路当间咔嚓一刀。你瞧，又不信，问老掌柜。是是，我听得真真的。咔！不跟你瞎吹，丁宝。不过我爸爸这辈子呀，混得并不怎么样，到底是差点子事啊，没找着后台。现在轮到我自个儿出头露面了，我一定得找个美国人给我撑腰，我是必得干得特别出色。来，瞧瞧我这计划。我没那么大功夫，我看呀，我该回家休息一天，明儿来上工。哎，我说丁宝，丁宝，丁宝，你那事儿我还没想好嘞，我都替你想好了，老头儿。不信你等着瞧啊，明儿早上起来，丁宝歪着脖儿往门口那么一站，立马进了200多茶座。来，看看我这计划，跟你有关系。但愿跟我没关系。你呀，丁宝，不够热心。掌柜的，哎，电灯费。哦，电灯费，哎，我说劳驾您，我这会儿欠几个月的了？仨月的您。哦啊，您呢？再等仨月，凑上半年，我这还是没辙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剃到真话，什么话呀？去去去去去，这儿没您的事儿啊，少跟这儿掺和。这儿归沈处长管。嘿，小子。你知道沈处长吗？市党部的委员，宪兵司令部的处长啊！你愿意收他电灯费啊？哎呦，不是，说，瞧瞧他说的，不是，这当然不能收了，是不是您？得，我走错门了，对不住您，回去。哎，我说这小子，小子，这老头儿，不听我的行不行啊？你那套光绪年间的办法太守旧。是是，要不怎么说得活到老学到老呢？我还得多学。哎哎，大兰儿，哎，哎呦，他妈的是你，小刘华子，来来来，让爷爷瞧瞧啊！嘿，哈哈，从后边看，你比洋人还像洋人呢。老头，我夜观天象，紫微星发亮，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，所以我跟小流氓，还有这位小丁宝啊，九成文明、啊，还有这什么宝，那才都那么才貌双全，文武带打的，我们是应运而生，活在这个时代，那真是如鱼得水。老头，老头，你也把脸转过来，让我也给你瞧瞧啊，印堂发亮。你也有不好运，得了，来碗茶喝吧。嘿，我说小唐铁嘴啊，别再叫唐铁嘴，现在叫唐天师。哟，谁封您当了天师了？过两天你就知道了。我说天师啊，哎哎哎，别忘喽，你爸爸可是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呀，这可不能传代啊。等我穿上八卦仙衣的时候，你会后悔刚才你说了什么，你等着瞧。行了行了，嘿，小唐，听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，一会儿我请你喝咖啡，小丁宝作陪啊。天师今天白喝你一碗茶，赶不就给你个现知识做做。小刘你说吧，我这儿有个伟大的计划，洗耳恭听。我预备租制一大个的托勒斯，托勒斯，不行，这外国话他听不懂，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懂，
那不就是把所有的姑娘都拢在一块儿，由你包办，对吧？对呀，嘿，你小子哪里是他妈不坏？听着呀，丁宝，这跟你有关系啊，甚至这跟王掌柜这都有关系啊！是是，我这听着呢，听着呢。哎，我预备把全北京的舞女、明娼、暗娼、吉普女郎、女招待全攒在一块堆儿，我成立一大个的托勒斯。官面上都疏通好了吗？当然，沈处长的董事长，我来这总经理。沈处长，哎，好啊，好啊。托拉斯，嗯，不雅。哎，这怎么不雅？这外国话吃香啊，这个。拖进来，拉出去，不听话就撕成两半。这绑票撕票似的不雅。是他妈不得雅，现在叫什么好呢？还得叫联合公司响亮大方。嗯，有你这么一说，叫什么联合公司？缺德公司就挺好。丁宝，这说正经事儿呢，怎么老捣乱呢你？你好好干，将来你有当女招待总教官的希望，跟我一样市党部领薪水去。那我呢？你呀，你给琢磨个好名字，小明我请你当顾问。车马费我可不要那法币啊！哎呀，我给你几份美钞。行。我好好给你琢磨琢磨，好好琢磨琢磨，琢磨个好名字，这顾问你就算当上了。丁宝，走。哎哎，小刘小刘，丁宝这事到底怎么办呢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都不用管，托了斯包办一切，拿你这试验试验啊。小刘，不是说去喝咖啡吗？啊，对，那小唐去不去？啊，你们先去吧，我这儿等个朋友。明儿见，老掌柜。哎哎，明儿见明儿见。再见，天师。老头儿，哎，拿盆抱瞧瞧啊！哎，等着我给你找找去啊！头二年的兴许还有两张。他妈废话！老掌柜，老掌柜，哎呦，二位怎么老不来了？啊，快来快！我说对不住二位，咱们这会儿可是茶钱先付了。您瞅啊，早就给您预备去了。师哥啊，我来啊。哎，你坐。瞧您坐。茶钱先付，说着都烫嘴。哎，怎么样，老掌柜？这晚不晌儿。还添不添点儿评书？试验过来啊，不成，光费电，他不上座啊。哎，您说的对，老掌柜，是，他我这点玩意儿您清楚。哎，我最拿手的是东西两汉三国水浒。哎，那是。可是不行了，真格的玩意儿他没人听。行。咱们也随潮流，该说热闹了。这不，前儿个我在会仙馆开三侠四义、五霸十雄、十三杰、九老十五小、大破凤凰山、鸵鸟朝凤、棍打凤腿到珍珠过宝、莲花灯。哟，眼下这段书除了您，可没人会说了。那您给断的，上了多少座？多少？这个。五十五啊！哎，他们俩是听刺儿的。哎，师哥呀，甭管怎么说，您比我强。他怎么了？我这儿闲了一个来月了。谁让你跳了行，非要去唱戏？我有嗓子，有扮相。可你到了台上，你又不好好的唱。妈的，唱一出戏，挣不上仨杂货面窝头钱。我干嘛卖力气？我疯了！咱们都是让这些流行歌曲跟仿棉花给顶了。他我是这么想啊，咱们死，咱们活着，他都在其次。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意儿，他用不了几年就都得失传。咱们对不起祖师爷，
这常言说邪不侵正，可这年头他就是邪年头，正经东西全得连根烂。老掌柜，哎，哪位啊？说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明师傅，哎呦，您可老没来了啊？是是是，出不来了。怎么呢？在监狱里呀，包火似的。您啊，就凭您，哎呦，这可是办一个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时候，哎，给他们争窝窝头去了。那有什么法子呀？现而今呢，就是监狱里人多，哎，满汉全席，我连家伙都卖了。哎呦，哎。来来，明师傅，您坐着，我给您沏一碗。哎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铁石，您在这儿啊？铁石，没事儿。您在娘娘面前还得给多美言两句。刘云，刘云，这儿啊，我那两个家伙怎么样了？我这等钱用呢。明师傅，我这正找您呢。嗯，嘿，您上眼，搂搂这幅画。他我瞧画干嘛呀？六的山人懂了没画了？哼，画的天好也当不了饭吃。他把这画交给我的时候直掉眼泪。我说六爷呀，我把家伙交给您的时候，他我也直掉眼泪呀。谁掉眼泪谁吃顿肉，我心里明镜似的，要不然怎么累心呢？您当干我这行，光凭打打小鼓就成了呢。嘿，我说六爷呀，人总得有颗人心吧，你不能坑了老朋友啊。哦，拢共不就两个家伙吗？啊，小意思，别再提了，再提你好像不大懂交情了。不是，你这娘娘，天师，哎，老掌柜的沏茶，这位是唐四奶奶，娘娘，娘娘带着叶子呢。康老太太还在这住吗？好，你帮我把她弄到西山去，有她在我手心里攥着，康大力这帮八路就不敢造反。是是，娘娘。给娘娘请啊。罢了。哎，娘娘，我最近得了一堂九台兰的武功，东西好，地的也便宜，摆在台上顶顶里面，你瞅瞅，让皇上瞧瞧吧。哎，张老，皇上不是说话就登基了吗？我这先给您道喜，我立马就取去，回头摆在台上，娘娘您再给多美言两句，日后我必有份人心。好了，谢娘娘。哎，我说六爷，我的事儿呢？您呐，您给我看好了那几张画。哎，给我等等等等。哎，坑我两座家伙，我这还有把切菜刀呢。我，哎，给我等等，给我等等。哎，给我等等。王掌柜，等等。康妈妈在这儿呢，请她出来。我去叫去。康老太太，哎哎，康老太太，我说，来来来来来，出来了。这都怎么档子事儿？朝廷大事，干什么呀？娘，婆母，我早就说过来给您请安的。哎，婆母，您坐。哎呀，婆婆，您坐呀，哎，坐，坐，我是您的四侄媳妇儿，接您来了。四侄媳妇儿啊？哦，您离开庞家那会儿，我还没过门呢。我跟庞家一刀两断了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哟，婆母。您四侄海顺是三皇道的大坛主，国民党的大党员，沈处长的把兄弟，就要当皇上了，您不喜欢吗？
要当皇上。啊呵，这龙袍都做好了，就要在西山登基。在西山？哎，好地方啊，有山有水有吃有喝。老太太，您跟我们说说，您四侄海顺常念叨您。哎，是啊，老一辈的都扔下我们不管了，也就是您还这么硬了。是我们做晚辈的不孝顺孝顺您，这也说不过去呀。啊，天师，倒茶。是。再说了，您也受了半辈子苦了，该到我那儿啊去享享清福了。您到了我那儿，我一定让您吃好的喝好的。这兜里头啊还揣着几个当当响的洋钱，这有多么好啊。啊，好了，老太太跟我走吧。来，我搀着您。呀，你躲我远远的。怎么着，你不去？你娘，老太太好好想想。用不着想，我不会再跟庞家的人打交道了。四侄媳妇儿，您呐去做您的娘娘，我做我的苦老婆子，咱们谁也甭管谁。刚才你跟我瞪眼睛，你当我怕你啊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磨练出来了，谁要敢跟我瞪眼，我能伸手打。哎，我老太，你要干嘛？你呀，小伙子，你挺起腰板来，你去挣碗干净饭吃不好吗？去。庞老太太，行了行了，庞老太太，没完没了了，怎么？让你滚！来，滚！你过去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去跟那老太婆说，让她跟我上西山。说好喽，我送你一袋子白面。要是说不好，我就砸了你的茶馆。天师，哎，走走，老头子，晚上我等你回话啊。万一后半晌我就死了呢？你还不该死吗你？呸！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说师弟呀，啊，你说他这算是哪出啊？啊，师哥呀，嗯，我呀会200来出戏，嗯，还就是不会这一出。师哥啊，您知道那娘们的出身吗？谁不知道？东霸天的女孩，在娘家就哟，咱不说了，积点口德。哎呀！哟，大春哥，请二德吧。这么闲的呀，有功夫做茶馆了？哎，今儿这茶馆怎么这么清静啊？不上座。大什么？气氛挺好的，我有钱了。给三子，刚才花了1块，现在还有4块，5毛打一个，我一共打了几个？哎，10个了。10个。对，大成哥，拿2块花花吧，没钱我白喝你的茶，这有钱就给你啊。哎，二位谢谢。喝。哎，拿吧。嘿，这块好，就1块当2块了。我说小耳朵子啊，什么生意这么好啊？现的羊可是不容易见的了。我念书去了。你？哎，小时候，你跟我一块上过半年的学啊。你把那个一，念成了扁。哎，哎，瞧，法政大学，师当部派我去的。就没干过这么美的差事，太美太过瘾了，比那天雕强多了。哎，打一个学生5毛现的羊，瞧这铁筋羊灰的胳膊打拳怎么样？我说小二哥子啊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打人不对。哪来说？你瞧那教打一的教务长，上课的时候啪先把手枪拍桌上，我不过是抡抡拳头，还没动手枪呢。什么教务长啊？那是流氓。对，流氓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我也成流氓了。大成哥，
你这他妈绕着脖子骂我。行行，你小子有骨头，你就不怕我这铁金杨奎的胳膊？哎，你呀，就是把我打死了，我不服你，还是不服你。哎，这么绕脖子的话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你应该去教党义，你有文采。得，今儿个呀，我不再打学生了。干嘛今儿不打呀？永远不打才对。今天我另有差事。又什么差事？今天我抓人。我师弟啊，咱们也该溜达溜达。走，二位，二位，走了。大哥，来。拿快吧，那打媳妇的钱我不要。得，那你替我看着点有什么可疑的人，我出去买点好吃的请请你啊。掌柜的，您别送了。送福送福啊，您别送了。送福送福啊，您要是改了主意不让我走，我还可以不走。那个庞四奶奶她也未必敢来砸茶馆。你怎么知道那三皇倒是好惹的？我顶不放心的就是大力回来的事儿，这万一走漏了消息呀、啊，大家伙全完，那比砸茶馆还更厉害。大婶，走，我送您去。西直门关了，咱们找德胜门。对，爸，我送他老人家行吗？大婶挨咱们这儿受了多少年的苦，帮了咱们多少忙啊！还不该送送啊！我这会儿没说不叫他送啊，你倒是送啊送啊！大婶您等等，我拿点衣服去。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别问我什么嘞，我心里头乱，一辈子没这么乱过。啊，花儿他妈！哎，你陪着大婶先走，一会儿我让大栓子追你们去啊！哎，那大婶啊，道上要是不好走啊，您就还回来啊！哎，大婶儿，这会儿永远是您的家。哎，谁知道？谁知道呢？我也忘不了你们。啊，老掌柜的，您硬硬朗朗的吧？硬硬朗朗的。我们只不过上街宣传，替老百姓说几句话，他们就派来宪兵特务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有什么罪啊？二人家，哎，您给打瓶水好吗？哎哎，付您钱。哎，别别别别！小张，你到外面看看。好，西直门马连，我们出不去。我们是这么想的：先把队伍拉向德胜门，把敌人吸引到德胜门去，然后我们冲出西直门，把城外同学们接进来。指挥部同意了吗？已经派人联络了。学生，学生，在这儿。水。哎哎哎，花儿，这么早就下学了？老师们罢课了。花儿，嘿，赶紧走，他们埋伏下来打手。谁呀？小二德子刚出去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老李，特务来了，快走！我这该不回来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大帅哥，干什么呀？送客来，他们是谁啊？喝茶的。喝茶，站住！
吃碗热汤面吧，你看那个缸里头要是还有面的话呀，就给孩子做一碗吃，怪可怜，什么都吃不着，一点白面都没有了。我尝尝去，给他做碗杂烩面，嘎嘎汤。好，想好了吗？ 晚上，晚上我一准给你回话。老头，刚才你收我爸爸白喝了你一辈子茶，我告诉你几句救命的话，算是替他老人家还账了。三皇道比日本人在这儿时还厉害，砸你这茶馆就跟砸一砂锅似的，小心点啊！我知道。 你是既想考我的好，又想上娘家那儿去裱布，对吧？哎，二位，够忙的吧？忙，忙得厉害。这学生们要大包动啊！啊，挂科也改了名儿了，叫暴动了。怎么样，二位？他们还能反到天上去啊？到现在为止，抓了100多个，打了70几个，让哥反。太不知好歹！你说他们要是乖乖的，这美国会送来大米白面，那是啊。哎，二位，以后有送大米白面的事想着我点儿，给二位加点这坟地看风水的事白敬意我。先说话的这，以后用不着三皇道的地方言语声啊。老头，晚上听你回话啊。晚上，晚上，晚上啊！二位忙着。 老头，刚才你说罢课改叫暴动了啊？啊，岁数大了不懂得心事，我问问。我瞧你跟他们是一路货。哎呀，您太高抬我了。忙，没工夫听你废话。说干脆的。什么干脆的？这学生们闹暴动，他必有主使的人呢。谁呀？昨天晚上，谁上这儿来了？康大利呀。哎，就是他，康大利在西山干八路。 你把他交出来吧。我要知道他是内陆人，我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就跟你们二位说出来？我跟你们二位的爸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
我能不懂得这点小道理？你甭跟我们拍老腔，说真的，交钱还是给人，对吧？嘿，你真是我爸爸磨练出来的啊！见而今到了我们这辈儿，要钱有地方领，我们现在要的是人。你让我上哪儿给你们二位找去？交不出康德利，你把他妈康栓子交出来。二位，学这么多去德胜门了，是党都派咱们奔德胜门快着。你们小子管干嘛呢？这我也没闲着呀，瞧脸都打肿了，快着吧。老头，说话就回来，交不出人，我他妈找你算账。哎，我说你们就不怕我跑了吗？嘿，老梆子，你可真能斗气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跑到阴曹地府去，我也把你逮过来。呸！哎，走。哎，官他妈！官他妈！爸，我们挨着都听见了。快走，追你们的康婆婆去。那我拿书拿去。花儿，拿上两件衣裳啊。哎，爸，这剩下泥人可怎么办呢？这儿啊，是我的茶馆儿。我活呀，活在这儿。哎，要是死啊，我也死在啊。爸，爷爷，哎，都别难受了，走了，走了啊。哎，玩什么？等等。这点钱呢，拿着啊！爸，您就留着吧。让你拿着就拿着呢。哎，花嘞，来，让爷爷再瞅瞅啊！临走了，也没吃上碗热汤面。走了啊！啊，到了那边啊。告诉你爸，你就说呀，你说爷爷说了，叫你呀不回来了，啊，走了，哎，花，跟爷爷说再见，爷爷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爷爷。你倒是快把孩子带走啊！快，到老人家好好温书，别淘气啊！我去吧。好消息，王掌柜，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。哎呀，你可是大喜了！你也大喜呀、啊！处长也批准了修理你这茶馆。我跟处长一说，人家处长说好，你看看。人家不说好，人家说好，特别有个洋味儿。这都怎么档子事儿？从此你就省心了，这儿全归我管，你先搬走。我提前告诉你一声，省得你日后跟我找麻烦。不能够，巧了，我这会儿还正打算搬家呢。小刘，老掌柜在这儿那么多年了，你就不照应着点儿？看吧，反正我这人办事永远厚道。哎呀，老裕泰开了60多年了，九成文明，地点也好，以这个地方做咱们的一个据点，一定能够观察三教九流，获得大量的情报。老头，把这茶馆好好拾掇拾掇，我这就接沈处长去。金宝，走。好哎，真好哎，可是太好了！什么事儿这么个好法？
算找您这么个人啊，好好的说说说。您等着，是我去沏一壶顶好的，咱们喝着说说说说，哎，说说，太好了，哎。说说，王掌柜在吗？在。谁呀？我姓秦。秦二爷。哎呦，二爷，二爷，我这会儿正要找您去呢，快来快来。嘿，我说二爷，咱们这会儿啊，可是要大改良喽！啊，改良！我这儿有花生仁啊，喝茶吃花生仁，哎，这可是个乐，乐在乐在乐在，得你点，得你点，哎，我这二爷，二爷，坐这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哎，二爷，哎呀，这个来点儿啊，花生仁儿，哎，嗯。谁还嚼得动啊？够多么邪门的，好不容易有了花生仁了，哎呦，都没了牙嘞！哎，四爷，得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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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说怎么样啊，二爷？没人理我了。哎，我来找你谈谈。哦哦哦。我到天津去了一趟，看看我那工厂，不是都没收了吗？哎，又都发还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事儿，哎，拆了，拆，拆了。我40多年的心血呀，拆了。别人不知道，王掌柜你知道啊。我打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，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，好，我势力小，我干不过他们，可倒好好的办呐，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。是，拆了。机器都让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当废铜烂铁给卖了，全世界，可这个全世界，你能找得着这样的政府？你找不着。我问您，二爷，当初我这后头开着好好的公寓，您非拆了它盖仓库不可呀？您瞅瞅，啊，仓库查封啊。东西都偷走了，打那边我就劝您别把那产业都出了手，哎，非都折腾了他开工厂不可呀。还记得吧，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，哎，您还说风凉话。哎，忘了忘了。是。现在我明白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王掌柜，是，我求您点事儿。工厂拆平了，我打土堆里捡回点小东西。这管笔上刻着我的名字，他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，写过多少计划书。我把它交给你，没事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当个笑话，跟着喝茶的人们谈谈。你说当初啊，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，爱办实业，办了几十年，临了呢，只有工厂的土堆里捡回这么点小东西。
你应当劝告大伙，有钱呐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，绝不能办好事。你告诉他们，秦某人活了70多岁剩口气的时候才明白这点道理。他是个天生的笨蛋。二爷，我说二爷，这管笔呀、啊、您还是自个儿拿着吧。我这会儿说话就要搬家了。搬哪儿去？我搬到哪会儿不一个样哦。秦二爷，常四爷，是我呀，比不了您二位。二爷您家大业大心胸大，可他这树大他可就招了风了。四爷你是一辈子不服软啊，敢做敢当，是专打抱不平。可是我呢，啊，当了一辈子的顺民哦，见了谁呀、啊、我都是鞠躬请安作揖，不就盼孩子们都有个出息，没灾没病，冻不着饿不着。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二栓子就跑了。老婆想儿子，想死了。你好不容易盼着，说这日本人他走了，你觉得这该喘口气儿了吧？哎，可谁知道啊，他又来了。这个。我也不比你强啊！哦哦哦！自食其力，凭良心，我干了一辈子，一事无成。70多了，落得个卖花生人儿，个人算什么？咱怕，怕了，不就盼着这国家能像个样儿？哎，不受外国人欺负。是，就这。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啊，说亲善，就把我的工厂亲善去了。你等着国民政府回来了，我这工厂也不怎么又变成逆产。哎呦，改良哦，改良哦，一辈子呀就忘不了这改良啊！总怕呀落着什么人的后腿儿。卖茶不行了，我就开公寓；公寓没了，我就添评书。哎，你等这个评书，它也不上座了。好哎。好哎，我不怕丢人的，我要添那个女招待，我总得活下去。我变尽了方法，无非就是想活下去哟。是，没干过缺德的事，是，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是。他我招了谁了？谁？那小刘麻子，那个娘娘，还那个。沈处长，就这帮狗男女们，一个个的活的是有滋有味儿，怎么就不许我吃窝窝头呢？他谁出的这份主意啊？盼，不就盼着这人人都讲理，谁也不欺负谁？哎，眼瞅着我那些个老朋友们，一个个的不是饿死，就是让人给杀了。我呀，有眼泪我也流不出来了。松二爷，嗯，多么好的人，死了。
棺材还是我花圆给他画的。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画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，可我自个儿，我爱咱们的国呀，可谁爱我？碰着出殡了，我就给自个儿捡了这么些纸钱儿，啊，没有寿衣，没有棺材，就只好先给自个儿预备下点纸钱。哎，四爷，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。啊，你把那纸钱砸进来，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。哎，四爷，四爷，咱们按照老实年间的规矩，咱们也喊喊喊喊，哎，喊喊喊喊喊喊。再见了，再见。